会上的，不会连累你。走了。干嘛呀？我半山腰。说了我自己回去上。又怎么了？腿疼，扶我回去休息。没碰到，没碰到，你喊什么喊？你是在拿我练平板支撑吗？有病！哎，又干嘛？你平时走路能不能注意一点？你看腿上这么不匀称。我以后会注意的，这样我就在不想见你的时候，不用因为害你疼痛而来见你了。今天在直播间，我直播间怎么了？你说呀。我想说，我你。你那么大反应，是不是因为喜欢我呀？我不配，我一个保镖怎么能喜欢高高在上的你？喂！又干嘛？我的伤都是因为你，所以你要负责任。不如我替你叫你的心上人李云竹过来吧。不用，你在就行。徐总。我因为毕业典礼的事情已经跟公司请过假了，所以你不要再装可怜缠着我。可思议，你最近是不是有点太嚣张？